弟兄姐妹晚安，好，我们在网络上的朋友家人们晚安，很开心今天晚上又来到了这美好祷告的时刻。我相信你跟我一样，我们都非常期待圣灵今天晚上在我们中间自己来带领我们进入那个祷告的水流里面，让我们在祷告敬拜赞美当中，我们可以更多的经历神，更多的爱神，再次的被神来充满。无论我们在哪里，哪里有人是爱神的，圣经上说这人是神所知道的。所以今天晚上当我们同心合意祷告的时候，不管你是一个人两个人没有问题，我们与圣灵同工，神就在我们的中间。当我们同心合意全心全力祷告的时候，我们就要经历神要行那个内在的神迹在我们身上，也要行外在的神迹在我们身上。今天晚上让我们带着一个很大的期待，期待神，期待圣灵做奇妙的工作在我们身上，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对了，今天晚上就是这样，让我们更多的预备我们的心，全心的来赞美耶稣。当然我们有很多需要祷告的事项，可是我想最重要的一件事，在祷告的开始，我们就是要欢迎圣灵，欢迎荣耀的主今天晚上大大的降临在我们中间，神的国充满在我们中间。我们抓住神的应许，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同心合意的奉主的名聚集，主就在我们中间，好不好？今天晚上让我们带着降服的心，更多的来敬拜，更多的来尊荣我们的神。 Amen Amen。我能去哪？除了你是根昨天，我想赋予你施加的恩典，何等的爱，你大能手扶持我，太柔美，何等柔美。我愿降服高举的臂，耶稣的荣耀我所有，和我相比，我属你，永远属你。君王，你的鞭伤能医治，神的儿子彰显恩典真实，何等的爱，带我进入你恩赐，真美好，你真美好。举的臂，耶稣的荣耀我所有，和我相比，我属你，永远属你。从头再来唱，我能去哪？除了你是恩昨天，我想赋予你施加的恩典，何等的爱，你大能手扶持我，太柔美，何等柔美。降服高举的臂，耶稣的
笔，我属你，永远属你，荣耀君王，你的鞭伤能医治，神第二次彰显恩典真实，何等的爱带我进入你恩赐，真美好，你真美好，我愿降服高举的臂，耶稣的荣耀我颂，有和我相比，我属你，永远属你，我愿降服，我愿降服高举的臂，耶稣的荣耀我颂，有和我相比，我属你，永远属你，主啊愿降服，我愿降服高举的臂，耶稣的荣耀我颂，有和我相比，我属你，永远属你，此时此时此地，愿地升起你的荣耀，就在这里，从天堂到地极，神的赎回我生命，我属你，永远属你，此时此时此地，愿地升起你的荣耀，就在这里，从天堂到地极，神的赎回我生命，我属你，永远属你，此时此时此地，愿地升起地的荣耀，就在这里，从天堂到地极，神的赎回我生命，我属你，永远属你，属你，我属你，永远属你，属你，我属你，永远属你，属你，阿拉玛西尼，阿拉玛西尼，可索可拉卡巴拉利亚西尼，阿拉玛西阿拉拉拉利亚卡巴拉利亚西基里耶勒，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无论你在哪里，好不好？让我们释放，让我们大声的来赞美我们的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他是全能的神。哈利路亚，卡巴斯里亚拉巴塞，他是荣耀的神。阿萨库拉塞达拉玛西里亚达拉塞克，有何神像我们的神一样？他至圣至荣，他可颂可畏，他施行奇事。所以我们献上我们的赞美，我们献上我们的敬拜。哦，主啊，我们愿你裂天而降，主，我们愿你裂天而降，降临在我们中间。哦，苏克拉玛西克里安达拉玛塞雷，主，愿你裂天而降，格拉苏克罗
Namaste, Tiri Yesu Kose Namaste, O 主愿你裂天而降 O Kiri Namaste, 眼泪 O 主我的心啊我的心要来赞美你主我更深相伏在你的里面在你的同在里主啊主啊对了对了就是这样来赞美他、哦、我们大大的欢迎圣灵圣灵圣灵卡拉萨达拉拉玛欢迎欢迎神荣耀的灵就这样来充满哈利路亚哦苏库拉卡巴三迪利亚拉玛塞给主的荣耀主的奇妙哦、主的伟大 Gura sama life is today 哦耶稣耶稣有何神像你至深至柔可颂可畏是心其实是伟大的神你是荣耀的神哦你是奇妙的神阿爸哦萨拉拉玛萨达勒我们在宝座前来敬拜今天晚上我们是在宝座前在宝座前献上我们的赞美哈利路亚那宝座前的赞美是毫无保留的敬拜那宝座前的赞美充满了荣耀充满了释放充满了自由充满了得胜哈利路亚因为荣耀的主这个时刻他就充满在这里哦神的荣耀神的奇妙神的伟大哦西里亚拉玛西克里亚达拉玛三达勒哦主啊伟大的神主要来赞美你卡巴三达拉玛西克里亚拉玛塞德哦亚拉巴索克拉塞伊亚拉巴西里耶勒Alleluia, 耶稣耶稣你何等荣耀主何等奇妙主何等荣耀主何等奇妙那宝座前的敬拜那宝座前的敬拜我们更多的献上我们的自己 Allelu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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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lala Masidiyala, Goda Sandala Masidiyala我们与天使一同敬拜我们与天使一同歌唱歌唱敬拜愿敬拜荣耀颂赞爱戴都归给坐在宝座上圣洁的羔羊从今世直到永远卡拉三达拉巴塞克他是伟大的神他是荣耀的神他是奇妙哈利路亚还是至高的神哈利路亚是至可畏的神他是荣耀的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高高在上和圣那和圣那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哦主啊我们的心要来赞美主我们的心要来赞美你卡巴索哥的圣德用我们的全人全心来赞美更深来降服降服在你的同在里主啊主啊我只有一件事主啊只有一件事主啊主啊我们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主啊向着标杆直跑叙利亚拉玛索克勒主啊你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哦主啊你是我们的挚爱哦索克拉巴萨玛勒那宝座前的敬拜那宝座前的敬拜哦索克拉巴萨克拉巴萨毫无保留毫无保留那宝座前的敬拜是毫无保留的献上哦索克拉巴萨达勒那宝座前的敬拜是毫无保留献上全然的献上献上我的心哦克拉萨达拉巴西基里哦主啊主啊克拉萨达勒克里亚达拉巴索克克拉萨达提来克里亚索克卡巴萨巴勒克提拉卡菲索里哦耶稣耶稣耶稣哦耶稣
稣，耶稣，嘟嘟嘟哒哒，嘟嘟哒哒嘟。主啊，主啊 ，socorro capaz， 突然在飞，在飞，在飞。嘟嘟嘟，嘟嘟嘟哒哒哒哒哒哒嘟哒嘟。Para socorro, la equipe sai de ti. Para sacar a cabana, si 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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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tu 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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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这样子自由自由的来赞美神的时候，好像神就让我们知道，今天晚上神所要的就是那在宝座前的敬拜。今天晚上你在这里所献上的就是宝座前的敬拜。宝座前的敬拜说的是一个人他毫无保留，像那24位长老一样，他们把他们荣耀的冠冕就这样放在主的脚前。今天你也是这样，把你的荣耀，把你的成就，把你的失败，好像你毫无保留的就放在宝座前。我们就是带着我们自己的本相来到主的面前，毫无保留，没有遮盖，这个就是宝座前的敬拜，也是神所喜悦的。神不喜欢我们遮盖自己，神不喜欢我们来到他的面前还戴上那个面具。神要我们这样毫无保留的把我们的羞辱，把我们的沮丧，甚至把我们的成就都放在基督的脚前。在宝座前就是这样自由，像一个孩子一样那样自由喜乐的歌唱。神的话应许我们，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到自由。你知道今天晚上神的灵就在我们中间，就在我们敬拜的现场。当你毫无保留献上你的冠冕，献上那在宝座前的敬拜，神非常的喜悦，神就更多的加添浇灌他的恩膏在我们中间，在我们的身上。我们需要神的恩膏更多的膏抹我们从头到脚。哦，神的恩膏这个时候正从宝座上就这样释放，更多的释放神的恩膏，释放在我们身上。当我们毫无保留地献上我们的赞美和感谢。哦 ，socorro namaste， 我要来自由自由的歌唱，我要自由的歌唱。主的宝座前，我要自由的歌唱，我要自由的歌唱。哈拉萨卡帕拉萨塔，欧拉萨卡，不再隐藏，不再隐藏我的自己。主啊，主啊，毫无保留把自己献上。主毫无保留，毫无遮盖，来到你的面前。
就是这样亲近你，就是这样瞻仰你的荣美，就是这样爱慕你的自己，就是这样瞻仰你的荣美。耶稣，耶稣，我与天使一同歌唱。哦，神啊，在你面前我跳舞，就在你面前我跳舞，我歌唱。哦，苏克山达拉玛山达拉西，我在你的面前毫无保留，毫无保留的歌唱跳舞。哈利路亚，我要跳舞来赞美你，主要跳舞来赞美你，我轻轻的跳舞，我与我的主一同歌唱，我与我的主一同跳舞，我与我的主哦一同歌唱。阿拉萨卡拉苏伊基亚拉塞，在宝座前，在宝座前，主啊，我要自由的歌唱。主在宝座前，我要自由的歌唱。拉卡索口山达拉巴塞达拉巴塞，我要自由的歌唱。哦呀拉苏库拉塞提呀拉塞德，我自由的歌唱，我与天使一同跳舞，我与天使一同歌唱，在宝座前，在宝座前，神的荣耀，神的荣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克罗森达拉玛森达拉玛塞，哈利路亚。就在敬拜的时候，我看见彩虹在我们中间，我看见彩虹在我们中间，说的是神的应许，神的应许没有改变。哈利路亚，当你软弱惧怕的时候，哈利路亚，你要赞美神，在赞美当中抓住神的应许。哈利路亚，神是不改变的，神是不改变的那一位，他是与我们立约的神。哈利路亚，他是信实的，他是亘古常在的神。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只管的歌唱，所以我们只管自由的敬拜赞美。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有神的泪耶稣可和那三大拉玛西里耶勒。哦耶稣，耶稣，耶稣，亚拉巴沙拉拉拉巴西格里亚拉巴沙拉拉拉，哦格罗西格里亚拉玛苏可拉卡巴西库拉卡巴西勒勒，阿拉苏可山塔拉巴呼派西里亚拉巴沙，阿拉西基亚卡巴呼库西里亚拉巴西勒勒，阿拉萨卡拉苏可山达拉巴西，主的荣耀，主的奇妙，主的荣耀，主的恩惠，主的奇妙。阿拉西格里亚拉玛三达，阿苏可山德勒亚拉巴西里耶，阿苏可山德勒玛苏可苏诺可西里亚拉玛塞，阿可拉山德勒里亚卡巴西里亚拉巴西格里亚卡巴山德勒拉拉里亚卡巴巴巴巴塞勒勒，阿西格里亚库鲁库西里亚拉玛哈巴可鲁塞格。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格拉卡巴西库，拉卡巴索提。来，基里亚拉巴塞巴拉巴西。哦，苏库拉玛萨巴拉巴雷。哦，是的。Yanda la mashanda le la kafisi, oh so kocho kosebi la kapapa, agararia so kora la kifiti, la kasoti, la kasoti.
稣基督。我感觉今天晚上好像主要我们明白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的灵，世界的背后有撒旦魔鬼的权势，好像仇敌一直想用世界上的方法掳掠你，他要得着你的心，他要不断透过很多的方式让你不明白主的旨意，让你离神越来越远。可是神要我们纪念他的话，他是曾经将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神，他要我们要大大张口，他就给我们充满，说的是神已经把你从这个世界带出来了，神已经将你从那个错误的罪恶里面带出来了，所以你不要再陷进去，你不要觉得说没有关系，只是喝一杯咖啡，只是聊一聊天而已。好像有的时候我们不明白那个界限，我们有一点点放松我们自己，可是就在放松的过程，我们陷入那个挣扎，我们陷入痛苦。弟兄姐妹，你知道那个都是仇敌的攻击，仇敌的诱惑在你的身上。神曾经救你，如今他救了还要再救，他要帮助你，他已经释放你，他已经将你从埃及地，从这个世界中带出来，你已经被分别为圣，你是属于神的。所以你要常常祷告，主你帮助我远离罪恶，远离试探，主你帮助我。当你大大的张口，主说当你大大的张口，主就给你充满，主就把得胜充满在你的里面，主就把圣洁充满在你的里面，主就把喜乐充满在你的里面。世界不能做你的主，你也不能够做世界的奴仆，因为你是属于主的。今天晚上我真的感受到有一些人在这样极深的软弱当中，好像你很想起来，可是有时候你真的有点起不来，神要释放你，好吧？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来祷告，大大的张口，主就给你充满。你要记得你是神的孩子，你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处世，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我们可以享受这个世界一切所有神所造的，可是我们不要陷在其中，我们不要被这个世界诱惑牵引。所以好吧，我们可以为这事来祷告，主你让我更多的爱你，主我承认，我认罪，我悔改，这些日子我好像有一点点远离你，我好像有一点点因为一些事情试探临到我，好像我有一点点不想顺服你，可是主求你拯救我。弟兄姐妹，让我们来祷告，求神帮助我们每天活在圣洁当中，谨守警醒祷告，活在神的旨意里。哈利路亚，神要这样保守你，这样你才会活在自由，而不是活在定罪跟控告当中。所以好吧，我们可以为自己祷告，我们祈求神的灵这样帮助我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亚卡波索可是可以太太开吧，哦呀啦啦撒巴鲁可波鲁可波鲁可波斯的巴巴巴巴，哦撒啦啦啦的亚卡巴巴巴巴巴的巴巴亚卡巴是的亚啦啦的亚卡巴是的。主啊，主啊，求你伸手，主求你伸手来帮助这样的弟兄姐妹。主今晚上不论他们在哪里，哦主耶稣，你安守在他们的身上，释放他们，断开那个罪的捆绑在他们的身上。哈利路亚，那思想的犯罪，哈利路亚，释放人的心，哈利路亚，走在神的旨意当中，走在神的自由里面，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基利亚啦啦啦啦啦啦啦，亚嘎巴巴巴巴巴拉嘎巴斯，哦主啊，主啊，主啊，
主啊，我们要大大的来赞美你，主，我们要大大的来赞美你。哦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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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在耶稣的恩典上要刚强起来，哦，是在耶稣的恩典上要刚强起来，哦，主啊，主啊，你要这样怜悯，主，你要这样怜悯，释放你的儿女，释放你的百姓。断开那罪的捆锁，奉主的名，奉主的名，断开那罪的捆锁。哈利路亚！我奉主的名，赐着一切仇敌的试探、诱惑、攻击，要离开神儿女的身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奉主的名，就让我们每天都活在你的得胜当中。哈利路亚！基利亚啦啦啦啦啦啦！亚嘎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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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嘎巴尤嘎巴沙巴巴啦嘎巴西基亚嘎巴沙啦啦啦啦啦。主啊，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主，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断开人身上一切的宿命，主，释放，释放你的儿女，哈利路亚，从这世界的灵里出来，更多的爱你，主，更多全心的来爱你，哈利路亚，西利亚拉玛苏克圣亚拉玛西利亚拉，哦，西克利亚达雷，苏克拉玛圣亚拉拉玛西利亚拉。苏克拉玛西克里亚拉玛西里耶勒，哈利路亚，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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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克拉玛圣达，拉卡贝亚拉玛西里亚拉，我达雷克拉圣达雷，雷克伊菲西提里亚拉，提里苏克拉卡菲西雷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Oh yeah, la la la, yo ka 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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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今天晚上，神要你知道你是犹大的师。哈利路亚，你要活在神的刚强得胜当中。你不是一个软弱无助的猫，你是一个刚强的，是勇敢的，是得胜的，是犹大的师。哈利路亚！我感觉神就是要我们每一天都活在那个得胜者的信心、得胜者的荣耀里面。所以你每天要赞美神，每天要为着那些好事赞美神，为着那些倒霉的事赞美神，顺心的事赞美神，不顺你意的事情来赞美神。当你越赞美的时候，你里面的灵就一直的被提升，一直的被提升。哈利路亚！犹大的诗，当犹大的诗发出怒吼的时候，当犹大的诗发出赞美的时候，在那个环境，在那个现场，就带来得胜。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今天晚上，我们要领受这样的恩膏。我们是犹大的诗，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是得胜的，我们是刚强的，我们是荣耀的。哈利路亚！神的勇力要充满在你的身上。哈利路亚！让我们来赞美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让一切的软弱，让一切的软弱从你身上离开。今天晚上，哈利路亚，在敬拜、在祷告当中，那个软弱、那个灰心、那个沮丧，要从你里面离开，因为你是犹大的师，所以你要发出那个怒吼来。
哈利路亚，你要发出那个怒吼来，你要发出那个得胜的赞美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基利亚拉巴西，基利亚拉拉拉，哈古拉塞内，哈拉索科山达内，来基卡拉山达拉拉拉巴索科，基利亚多拉巴山达拉巴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索科拉西利亚拉巴塞内，来开。当犹大的事发出怒吼，当犹大的事发生怒吼的时候，仇敌就要离开；当犹大的事发生怒吼的时候，仇敌就要惧怕，仇敌就要远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基利亚拉巴萨卡拉巴塞，哦耶拉苏克圣达拉巴塞达拉巴拉塞，基利亚达内，哦克罗圣达拉巴西基利亚。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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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来赞美你，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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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来赞美你，耶稣，你是我们的星星，你是那得胜的荆棘。哦，犹大的事，犹大的事发出怒吼的时候，那黑暗，那一切的搅扰就这样完全的远离。哈利路亚！那犹大的事发生怒吼，卡拉巴塞内，哦，科塞纳，我要你的灵里听见，我要你的灵里听见，那犹大的事正在发出怒吼的声音来。哈利路亚！将诸神那伟大的得胜，哦，叙利亚。耶稣，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阿爸，我的阿爸，撒拉巴巴巴，西格里亚拉巴塞内，哦，可卡拉桑达拉巴西里亚拉拉拉里亚卡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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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卡巴塞，格里亚拉巴桑达拉巴西亚，哦，苏库。Oh, yes,这些日子，主一直用他的宝血来保护我们，来遮盖我们。在耶稣的宝血里面，我们有平安。弟兄姐妹，我们真的非常的幸福，我们可以信靠耶稣，我们可以拥有耶稣的爱，我们真的很幸福。几乎你的身上，你的环境有一点缺乏，那又有何妨呢？有什么可以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保罗说，难道是患难，是刀剑，是困苦，是逼迫吗？都不是，没有什么可以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这些日子，虽然我们都在这样的一个困境当中，这些日子虽然环境是那么的不好，可是我们的里面可以充满神的荣耀。为什么？就是因为十字架，就是因为神的恩典，就是因为神，他常常把你的名字放在他的心里。妇人焉能忘记
自己所生的孩子，即或有忘记的，主说我却不忘记你。主是这样子把我们放在他的手掌心上，主是这样的爱我们。所以今天晚上我们要继续的信靠神在我们身上的保守。这些日子我们的祷告，我们也看见神一直听祷告，神让那个疫情一直在被控制的状态，我们也看见神真的为我们开路，让疫苗好像开始陆续的可以进到台湾。所以我们就是继续的祷告，继续的相信。虽然有的时候那个过程我们觉得还是有点久，可是从永恒的眼光，或者我们从祷告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其实神为着他选民的缘故已经减少了这个日子。所以我们要继续的信靠，今天晚上是一个感恩感恩的夜晚，感谢神的十字架，感谢神的怜悯，感谢神的救赎。所以好不好，当我们继续祷告的时候，我们要充满了感恩，充满了信心，我们期待神你要继续的做，做我们不能够逆料可畏的事。神，我们献上献上我们最深的感谢。 Amen。 主圣灵轻轻呼唤着我的性命，黑暗中你爱牵引着我，而我生我的心单单渴慕敬拜你，天使围绕带领我看见你。主圣灵，主圣灵轻轻呼唤着我的性命，黑暗中你爱牵引着我，而我生我的心单单渴慕敬拜你，天使围绕带领我看见你。十架上担当我罪和羞愧，忍受鞭伤浇灌我生命，恩典之流恢复我的洁净，与我同在使我坚定。主的爱穿越高山直到地极，赐下恩惠阳光在这地，恩典之流极为中我站立，慈爱怜悯淹没我的心。主圣灵，主圣灵轻轻呼唤着我的心灵，黑暗中你爱牵引着我，而我生我的心单单渴慕敬拜你，天使围绕带领我看见你。十架上担当我罪和羞愧，忍受鞭伤浇灌我生命，恩典之流恢复我的洁净，与我同在使我坚定。十架上穿越高山直到地极，赐下恩惠阳光在这地，恩典之流
坚定主的爱，主的爱穿越高山，直到地极，赐下恩惠，阳光在这地，恩典直流敬畏中，我站立，慈爱怜悯淹没我的心，此生充满主恩典，因你宝血心事完全，我渴望见你容颜，诉说你奇妙容颜，此生充满主恩典，因你宝血心事完全，我渴望见你容颜，诉说你奇妙容美，诉说你奇妙容美，诉说你奇妙容美。哈利路亚，好不好？让我们用这首歌再一次的为着疫情来守望。哈利路亚，我们祷告神。哈利路亚，让新冠肺炎，哈利路亚，可以完全的停止。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求主赐下平安。哈利路亚，在世界各地，在台湾。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主啊，求你赐下平安。哈利路亚，求你止息一切的瘟疫。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哦呀嘛那嘛圣的那嘛圣的那嘛那嘛那嘛呀嘛那嘛圣的嘞。哈利路亚，我们就是守望，我们就是祷告。哈利路亚，我们就是祈求神的怜悯。哈利路亚，祈求神的恩惠。哦主啊，恩惠是为困苦人所预备，恩惠是为着台湾所预备。恩惠是为着双北所预备，哈利路亚！恩惠是为着你的儿女所预备，恩惠是为着你的教会所预备。哦，主啊，主啊，当我们在这里祈求的时候，主啊，主啊，我们求你，主，我们求你止息一切的瘟疫。哈利路亚，卡巴赐给我们平安。哦，卡巴西利亚拉巴苏库拉巴圣达勒。主的怜悯，主的怜悯，主的怜悯，阿拉玛圣达勒，我的苏库拉卡巴拉利亚西里亚拉巴塞勒，拉卡巴苏库亚达勒，亚拉苏库圣达拉巴勒，勒塞基里亚达拉拉，拉卡苏库拉巴西里亚拉，哦主啊，主啊。主啊，主啊，我们求你怜悯。哦，主啊，主啊，我们求你怜悯。哈利路亚，是你呀，拉巴塞勒勒。哦，亚巴西基尼呀，拉巴苏库是你勒。主啊，我们眼目仰望，主，我们仰望你的怜悯，主，我们仰望你的怜悯。哈利路亚，主啊，主啊，我们赞美你。主啊，你借着困苦要救拔困苦人。主要趁他们受欺压的时候，就要开通人的耳朵。哦，主啊，阿爸，阿爸，我们就是呼求，呼求，我们就是呼求你，哈利路亚，赐下平安。哦，主啊，主啊，让这新冠肺炎，主要完全可以停止。哈利路亚，主啊，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就是更多来守望，来祷告。阿爸，阿爸，我们呼求你的怜悯。主啊，在人是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哈利路亚，你是怜悯我们的神。
主，我们赞美你，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主你没有改变，你的信实也没有转动的婴儿。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白日太阳并不伤我们，夜间月亮并不害我们，主啊，因为你的荣光，因为你的自己要这样来保护遮盖你的儿女。哈利路亚，主，用你的宝血来遮盖，用你的宝血来遮盖你的儿女。哈利路亚，我宣告在耶稣的宝血里面，哈利路亚，主，我要破除一切的咒诅。哈利路亚，奉耶稣的名，在耶稣的宝血里面，一切的病毒主啊都要消失。哈利路亚，奉耶稣的名，主啊，你的怜悯，你的慈爱，你的得胜。哈利路亚，基利亚拉巴西，基利亚伽玛，主啊，我们若不幸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了。哦，主啊，因此我们相信你，主啊，因此我们相信你，哈利路亚，全能的神，哦，全能的神，卡巴西利亚拉巴西，基利亚伽玛，叙利亚拉巴塞勒，主你没有改变，从亘古直到永远，主你没有改变。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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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利亚拉巴塞勒，卡巴西利亚拉巴塞勒，圣的拉巴圣的拉拉巴圣，赐下平安，赐下平安，赐下医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行我们不能够逆了可畏的事，祝愿你裂天而降。哈利路亚，主啊，我们的眼目单单的仰望你，我祈求你的怜悯，主啊，祈求你的怜悯。哦，主啊，主啊，哈拉拉利亚斯利亚拉巴圣，主啊，从早晨到夜晚，主，我们就是像你这样来呼求，我们呼求你的怜悯，主，我们呼求你的医治，哦，主，我们呼求你宝血的能力，哈拉玛三达内，哦，主啊，怜悯许多你的百姓，主，求你怜悯还有许多属于你的百姓，他们还不能够分辨左右手。主啊，他们需要你的恩惠。哈利路亚，西格尼亚拉巴西尼亚拉巴西尼亚，苏克圣的拉巴西亚尼，奥克拉圣的拉巴西，基尼亚拉巴苏克圣的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拉卡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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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Ya la ba se le ka, la ka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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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我们若不幸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了。因为我们相信在活人之地我们可以看见神的恩典。弟兄姐妹，神的恩典没有改变。我们一方面祷告神，让这个疫情瘟疫要止息，神要赐给我们平安，而且我看见神一直在做。哈利路亚，荣耀的神，美好的神，他一直眷顾百姓的需要。所以你的经济问题，你也要相信神，神会保守，神会顾念。不要为明天忧虑，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神他顾念你。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要相信神，他顾念你的需要。今天晚上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感觉好像有的人在这个疫情的期间都快失去那个耐性了，好像我们觉得我们都好像为着一些事情，我们都快没有办法忍耐，好像在我们里面常常有莫名的情绪，那个不耐烦，好像 那种要爆炸的那种感受。主也了解，所以主要我们忍耐，再过片时，在一点点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经过这样一个艰难的时刻。所以你不要爆炸，
你的情绪也不要失控，你不要拿小孩出气，你不要跟你的长官，你不要跟你的同事，你的配偶好像因为一点小事就起冲突。你说，可是我就没有办法，我就是没有办法控制，我就是很想生气。好，因为也许是因为这些日子，也许这些日子压力很大，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情绪反应。可是今天晚上，神让我们明白，爱，唯有爱能够创造神迹。所以你要让神的爱更多的充满在你的里面。我们有宝贝在瓦器里，我们是瓦器，我们这个人是不堪的，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是有很多的毛病、问题、缺乏。可是有宝贝，神自己充满在我们里面，神的爱充满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就可以不发脾气，我们就可以欢欢喜喜的忍耐，我们就可以依靠神，在困境当中继续的忍耐，而且是快快乐乐的。弟兄姐妹，在人是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所以你今天晚上，我觉得神就是要你知道，你需要神的爱。你就是继续的告诉主：主我爱你，主我爱你，主我爱你，哦，主我爱你，让神的爱充满你，你就可以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每一天你里面充满爱，你会发现你的环境也顺利多了，好不好？今天晚上，让我们就是这样子告诉主：主我爱你。我们最后唱这首诗歌，我们来向神献上我们的爱，而且也求神帮助我们，每一天我们都被爱充满，成为一个充满爱的器皿，好叫我们在凡事都能够忍耐宽容。 Amen。 主我爱你，我赞美你，比来敬拜你，我的灵欢喜，愿我生意在你耳里，是一个甜蜜甜蜜的声音。再一次对主说：主我爱你，主我爱你，充满了信心，我赞美你，比来敬拜你，我的灵欢喜，我的声音远过声音。好不好？我们充满喜乐，充满信心，充满神的恩慈。哈利路亚！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把我们心中最深的爱来献给我们的神，对主说：主我爱你，主我爱你，我赞美你，比来敬心。
在你耳里是一个甜蜜神的恩与每一位同在，哈利路亚！每一天充满神的喜乐，充满从神来的得胜。阿门，阿门。